马来西亚的华裔子弟经历几个世纪的奋斗，在这一片我们祖先扎根的地方，建立了无数辉煌光耀的神奇故事。哪怕前途有再多的挑战，都难不到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的商界们的精英们，来到我们第一届的上海领航奖。First of all, congratulations to the success of Shanghai Pilotage Award ceremony tonight. It transformed from a paper media to the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commercial digital media platform in Malaysia. I choose to be here tonight in taking pride of our success.像一艘船家带领着无数的中小企业前进，这个是一个提高知名度、提高品牌的一个机会。在座的每一位今天要为自己掌声响起，因为今天这个舞台是为你们而设的，它会激励我们更加的努力去把我们的公司做好。这个就是在民众大众的一种认可。获得奖项对一个企业来说呢，它是一个曝光。作为一个企业，我们要努力坚持跟着时代的改变，我们所做的东西都是对的，一步一脚印的迈向成功的道路。而这一份认可和荣耀呢，只会让你的企业越做越大，越走越远，认同自己的一个阶段。一个企业得到一个奖项，是对顾客们跟员工们、团队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，整个团队的努力可以得到大家的肯定。服务行业首先我们必须要站出来给大家知道，我们这一个公司真的是有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成绩，是给我们全体同仁的付出这种认同。也谢谢主办方对于我们的认可。